现在都不冷了，早上那个星期，我是就开放噻，开放以后大家看多大脸盆，从楼梯就给他排队，进去南澡堂子澡堂都有，食堂，工会，澡堂，再就是幼儿园，学校，医院，医院，还有菜市场，粮油店、球场，食堂基本上开大会就在礼堂，对，布置一下哈，对，也当礼堂用啊。进场的时候就靠在山上的，是六五年，这就是最早一批的那个房子哈，平房，当时就是给甘达雷的平房，就是给咱们就是单身职工住的单身宿舍哈。甘达雷噻，就是头。做的砖，我认为保留的首先是人的思想，这种向往美好的生活吧。再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、友谊、亲情，我们都可以算得上是亲情了。朋友的之间亲情，也要保留下来，是吧？再另外一个，也希望我们厂也是社会的一角，是吧？对。生产任务啊，各个方面呢、啊。能够有序，能够那个更好的发展，留住我们的农村叫乡愁，我说我们这叫长愁。